边吃端午的。种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？错了，这个种子跟那个种子是不一样的。吃什么样的种子拉什么样的包？种子干咩？还有干砂糖，把砂糖。请问这个女人吃种子要放什么？我跟美战是酱油挂。来，蓝经理加什么？加糖啊。加糖。现在是2:2。各位吃粽子的时候喜欢加什么呢？哇，这个女人吃啲咩啊？大家估不到这个是咩？辣豆啊。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人吃这个？我刚才的辣豆。哦。我准备摆出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摆到曝光。摆到曝光。我没有抱他抱，不好意思，我摆到曝光。你看我跟他的那个颜色的对比，我没有差分点。哦，你做什么能做到这样子？内外调养啊。外是什么？外是水光腔，内嘞吃美白丸，喝美白饮，然后喝维 C。你这样子下来一定白了，一定白。没抱了，看一下漂亮的人了。这那都太臭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是做总理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可以多离开两。不要咬过来啊！问我，我考的是什么没有 ？Oh my god！ 我考我，我考的有快点。你不要站在我隔壁吃那个，我这么香的种子都搞不赢。来了，你看你遭到多少人的嫌弃 ？Oh my god！我要赶紧离开，受不了，吃饱了。大家，端午节快乐，粽子节快乐，别吃了，说拜拜吧你。拜拜。